让我带大家来看一下中国的书店跟你们认识的书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一片是小学1年级到6年级，初中3年，高中3年，所有的课本和补习资料。我们随便挑一本小学4年级的数学补习资料看一看，里面的题目密密麻麻，看它的厚度，一年下来应该需要7、8本这样的补习资料。